妈等到啊。妈妈的女儿，一个妈妈的女儿啊，是藏汉团结太阳月亮地球，她的妈妈，藏族汉族啊，都是中华民族一个组成部分，汉尤其是藏汉族密不可分的。藏汉族是像浓水和那个牛奶一样揉在一块儿的，有很多生动的这个故事。我们解放军牺牲自己生命为了救个藏族老阿妈有的是，我们的汉族的门巴就是医生啊，为了救一个南昌的藏族妇女，冒了雪山，冒了这个去了以后结果自己病倒了，也有的呢牺牲在雪山上，为了什么？为了救藏族同胞，是不是一个妈妈的女儿啊？你谁啊，都在中国嘛，所以这个是这个水乳交融啊，藏汉团结啊，只有藏汉团结，西藏才能兴旺，我们祖国才能兴旺。